嗨，谢谢荧光棒。Hello，你没有发现我换了身衣服吗？因为了配合冬天的感觉，然后穿了一件毛衣，戴上了一个毛帽。晚上好。对，专门换的，这样会显得我温柔、可爱、美丽动人。嗨，晚上好。快去叫人呐！Hello， 有 B 站的朋友加群了吗？哦，是吗？哇，真好，终于有人加群了。加群，快给他链接，让他下个口再来看我直播呀！谢谢荧光棒。没来得及播报直播，我就开。我感觉这衣服显得我脖子。里面这个衬衫显得我脖子短。诺诺，你在叫什么？嗯，干嘛？嗯，喂，晚上好，晚上好。不是肚子饿，因为他在那个，他在衣柜上面，他想下来。直播25小时跨年，不，提前跨年，就把今天想成是12月31号。我刚刚吃了魔芋，然后配了一煮，然后拿开水烫了一点生菜和豆芽。明天晚上我没办法直播呀，在公演啊，明天在公演啊，我的天哪，明天在剧场公演，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直播跨年了。当然不可能播24小时，我明天还有公演，后台一直播也不太现实，因为到时候跨年肯定是在台上跨的。时间过得好快，确实没想到。就是2021年就这样过去了，马上就2022了。说实话有点舍不得，因为感觉自己年龄就是一年一年的在增长，慢慢就感觉自己真的已经不年轻了，也不能不懂事了。对啊，明天在剧场熬粉丝，台上直播那还是不太行。今天脸怎么这么圆啊？难道是因为我这样会不会好一点？谢谢橙色的纸飞机送的6个平安果，谢谢后街男孩脆脆鲨的糖果。队长是那个人，谁呀？哪个人啊？让我听听，我也不知道队长是谁。我当然不当队长。我当也不是不可以，前提是你得要让人选我，没人有，要是所有人都同意我当队长，那我也可以当队长。你投了我那没用啊，你又不是成员。什么？我以前想当 J 队队长啊，那都多少年前的事情，我小时候还想当科学家呢。每个人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目标，明白吗？队长几年一换？队长这个，不好说。我不是野心家，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就是快快乐乐的，然后不要生病，就是足够温饱，然后还最好是有点小钱，能让我想出去玩的时候就玩，想买东西的时候就买，就这样，也没有什么其余的目标，我也不想大红大紫。对，我的猫咪话就非常多。你想当蒙面战士，那这你不如当奥特曼。今晚唱歌啊，忘记了，我本来要整 BGM 的，我都忘了，气死我了，差点就忘记了，就是这个入场仪式啊。祝各位亲朋好友们新年快乐，元旦快乐！谢谢荧光棒。然，咱今天就是要有一个圣诞的氛，圣诞，新年的氛围。对啊，感觉今天脸好圆啊。
BGM 声音这么大吗？哦，可能是因为我声音小。谢谢奇怪小兔子人的滑板。现在好点没？什么？我当队长？我怎么可能当队长啊？滑板可能是新的礼物，功利信念，中国人不过功利信念，那你也别过生日得了。对，有假就是节，新年快乐，朋友们，就是祝大家新的一年红红火火，当个中产。就当个个体户，就是快乐就好。我漏礼物了吗？哦，谢谢南方的兰州的麋鹿胸针。我怎么感觉我今天脸这么大？这是我在迪士尼买的帽子，买来没戴几次，就上次丢了的那个贝雷帽，然后后来那个司机给我送回来了。排练完了呀。对，跨年是明天。谢谢优越的苹果。跨年是明天，明天公演吧，大家到时候在直播那个公演直播上守着看公演，四个队联合公演呢。对，我就是想着明天不能跟大家一起跨年，所以我才想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在直播间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个专属于我们的跨年的夜晚，不好吗？因为我刚去剪了剪。我在哪部分？不得不说，我还不知道。谢谢运气爆棚打资源的糖果。没错，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怕新年的钟声太响，你们听不到我及时的祝福，所以就提早了。MC 应该会上吧，应该会有一个，别的不好说，每个人自我介绍的环节应该是有的。当然不是听一晚上好运来，我现在就搜一个歌单啊，新年歌曲，找一个那个歌单，然后咱就循环播放了。谢谢钢铁加露露的气球小熊，谢谢。我都没看见刚刚那个气球小熊，我没看见。甜蜜盛典2022，没有我啊？你去看 MV， 你没发现没有我吗？我真的没看见，我没有在暗示什么，我是真没看见，就是想看一看。洋的，整什么洋的？我就要整这种新年的感觉。谢谢钢铁加露露的七个小熊，谢谢你，我这下看见了，非常感谢，没有想要骗鸡腿的意思啊。跨年是明天，但明天没有办法直播呀，明天有公演，公演结束已经12点过了，就没办法跟大家一起直播跨年了，所以我就提前开了个直播。我的美瞳漂亮吗？其实就是很普通的那种黑色，可能有点不同吧，就是不要仔细看，你乍一看好像也没有什么毛病。农历春节的时候放羊的都一样，反正就是春节干什么，图个氛围，图个气氛就行了。不愧是我吧，大白什么罕见，什么罕见。对，我觉得我应该放。可是国外有什么洋气的新年歌吗？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B 站充电可以啊，可以 B 站充电，你 B 站给我充电，我这边都收，我这边都看得到的，就你给我充了多少，我这边是会有那个充电提示的。罕见，什么罕见，罕见这个词为什么不好？不就是正常的词吗？不吉利吗？我看到了，你们给我充电我都看得到，查电表。对，就是过年啊，因为现在是马上跨年了，就是马上迎来我新的2022年了，难道不是吗？
罕见，你这想的也太多了。那我说我吃水饺，我是不是意思就是我要睡觉了呀？你这个你啊，我跟我玩尬的。Last Christmas， 这不是圣诞歌吗？这应该是圣诞歌吧？我信了，我信了。可是那又怎么样？我就要说，我们这个罕见的直播间，啊，怎么了？我又没有那个意思，谁不知道我爱国呀？我天哪！不要在这儿给我玩尬的。对啊，有病吧？听说我是队长，你听谁说的？你听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呢？当队，我当队长咋不高不跟我说一声呢？这是什么歌？啊，不行啊！对对对，我应该穿个红色毛衣。是匿名投票啊，可是应该没有人会投我吧？我队友说投我了，谁投我了？没有红毛衣，本来想换，想想我衣柜里面真没有红色的衣服。我当画事人，我当画事人，你确定吗？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妙语连珠？但其实我不太行哎。当队长工资一个月应该是有1000块的，对，补助。摇起来，摇摆，摇摆，我不知道呀，肯定会很累啊。但是，哎，你们这搞得像我好像已经当上了一样，我没有这回事儿，好吗？不要拿我来炒流量哦。领袖气质缺了一点点，你知道为什么缺了一点领袖气质吗？因为我不是领袖，我要是领袖，我就有那个气质了，就是自带的。当你当上领袖的那一刻，你就有这个气质了。你回想一下，所有人是不是都是这样呢？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别洗刷我了，我可不是当队长的料。什么？我比较憨？我哪儿憨了？你们不能因为我可能脸圆圆眼睛圆圆你们就说我憨啊。我今年肯定记得提前，我一定记得提前，我顺便把 B 站的也一起提出来，我今年一定要过个肥年然后回家。我当纪律委员我不行，我自己就纪律散漫了，我自己就很散漫了。什么一句话都是未来的 flag。 那如果能这样的话好像也挺好的，毕竟我都是在说一些我不好的事情，说不定哪天我就变好了然后打我自己的脸呢。晚上好，我50万的档到了吗？不得不说没到。没到，差一些。什么带肥回家过肥年？我想去肥的家过年，因为他家在东北。我台上捡装备的样子像极了他。那确实，你来台上你发现你的装备不见了，你去捡的时候你也会像一个憨憨。你以为我想吗？我也不愿意的呀。那谁叫我就掉装备了呢？什么差一些？确实差一些。猫不带回家，猫就让它在上海。什么我不怕冷？我怎么我穿的毛衣了都，我怎么不怕冷？我超怕冷。但是东北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因为你只要不出门其实应该还行。嗯，去年是姐姐有一个姐姐帮我照顾的，就是 staff 姐姐。谢谢老杨才不老的圣诞帽，谢谢老杨才不老的平安果。上海室外还是挺冷的，室内我现在房间开着空调，所以我觉得不冷，甚至还有点热，我把空调关掉。好热闷。因为要跨年，所以就是把气氛弄起来。谢谢五包辣条的三个圣诞帽。我说话确实不太利索，就最近这个普通话水准又下去了。对，开空调就很干，所以我就是24小时都开着我的加湿器。对啊，明天31号，但是
唉，我要把这个写在公告里。明天有公演，明天有公演，所以没办法直播跨年了，于是决定提早一天和大家一起过新年。好了，写下来了。我没有不耐烦啊，我只是觉得写下来大家也看得清楚嘛，对吧？没有啊，我只是今天我写了提早一天跨年，谢谢七月雨如珠的五朵玫瑰花。聚餐忘记竞拍了，明天啊啊，忘记竞拍可还行，那我也拿你没有办法。当对卓依婷的歌，卓依婷的歌她就非常喜欢唱一些这种家喻户晓的歌。谢谢不爱吃马蹄儿的小哥送的糖果。看一下公告，进来的朋友们看一下公告啊，为什么今天跨年？因为明天没办法跟大家一起跨年，所以提早一天啊，改一天，我们就当今天跨年了，我们就当今天是31号，朋友们、家人们，谢谢正统粉丝猪八天的生日礼物。这周都不在，但我们就是明天的公演结束之后就放假了，要等那个 B50了。跨年完没有公演了，就等 B50后了。谢谢正统粉丝猪八天的生日帽，谢谢西蒙兔祝大家新的一年发财不发福送的平安果，哎，他说出了我的对大家的祝福啊，谢谢。当然我只是建议的平安果，就是人还是要跟着变换嘛，没有办法。就听着这音乐自然而然的。什么？对啊，你们没有，你们不知道吗？都已经马上就已经一号了，公演那个排期应该出来了呀，你们应该都知道的。KTV 再来，别走呀，说不定待会儿我就唱歌了呢。对，没有，我都说了，明天公演完就 B50 了，B50之后才有公演啦。哇，谢谢正统粉丝猪八天的生日蛋糕，谢谢你，谢谢你，比一个小小的爱心，谢谢你，祝你新年快乐，跨年快乐。对，这么年见了，什么一天到晚放歌的，确实是这样，我承认。但是上一次我打开我的歌单，确实是点歌的人太少了，一共数来数去就那么5-6首，我就觉得，哎呀，我再等一等吧，就等歌凑够一点我再唱。然后现在好啊，歌凑够了呀，然后元旦假期咱就开 KTV 唱歌。我你也没问我呀，你问我就跟你说了呀。对，3号就是没有活动 ，N 队都放假了 ，N 队休息，你不能一个人点10首，啊，你可以啊，你可以一个人点10首，你可以，现在就点，我现在给你唱，行吧？你现在点歌，我就给你唱，立马给你唱，真的，麦克风就在那儿，你看扯半天他又睡觉，真无语。什么发电？发电是什么？发电要干嘛？什么？你要给我送发电？真的假的？他要走了，他在这儿跟我东扯西扯，扯天扯地。对啊，他要给我点10首歌，他说。对啊，有人要点10首歌，他刚刚自己说的，他说。我不能点10首歌吗？可以，非常欢迎。还有半小时跨年，对，就是属于我们的跨年啊，就刘贤和刘贤粉丝的跨年，也不一定是刘贤粉丝吧，就是今天在我直播间的都是我的粉丝。哇，谢谢灰太猫的圣诞树，灰太猫，谢谢你。为什么是猫不是狼呢？不过很感谢这只灰太猫，谢谢你的圣诞树，第一次见哦。
是不是听到这个音乐就有一种哇年味儿好浓，我想给刘贤送礼物的手控制不住呀。谢谢蓝色双鱼的平安果。对，提前跨年了，咱就是一个提前跨年的动作，这个能控制的啊？为什么能控制？难道话里不是都说爱一个人的心是控制不住的吗？难道你能控制住，说明你不爱我。嗯，凤阳花果是讨饭歌曲。什么凤阳花果？这首歌叫迎新财行，迎新财星福星道。谢谢 EQ 二连的平安果。明天公演结束或许会播吧，应该会播。嗯，等那个看明天的时间。哎，我最近说话的味道好奇怪啊，就是奇奇怪怪的口音。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什么想象中送了十个发电了？哦，你想象中，那我要你现实中不送十个发电，你说送一个就够了，不要想象，你就现实送一个就够了。有点奇怪的口音，就比如说吧，就是海星吧，海星，我以前会说星，我现在会说海星，海星，就是一种奇奇怪怪的发音，不知道为什么。什么大一岁口音变了，就是变得有点不知道奇奇怪怪的味道。对，我怕新年的爆竹太响，祝福的短信太多，我怕你们听不到我及时的祝福，所以提早一天专门给大家送上祝福。漏风的感觉，就那种死漏风的感觉。东北人聊天，东北人聊天，比如说谁，赵家蕊，赵家蕊东北味儿还蛮浓的。郭宇，没有，没有说郭宇啊，我不会说郭宇的。我感觉我脸要离近一点，你看我在这儿，哇，好白啊，就非常白，就眼睛就非常亮，然后脸非常白，到这儿就黑了。黑了。什么发电的首付？好的，谢谢你的巧克力。那你100天内付清啊，你以后100天内每天都要送我一个巧克力，要是你断了怎么说？谢谢灰太猫的圣诞树，谢谢你，谢谢你的圣诞树，感谢这只灰太猫。哎 ，NONO， 快来给你的同伙、同伴、同类。感谢一下，人家都送我圣诞树了啊！快出来说声谢谢，你说谢谢你，快喵一声，来，冷冷给你敬个礼，敬个礼啊！No， 你跟人家说个谢谢怎么了啊？不愿意？为什么？快，No， 你看。这是皇冠，这是你的猫脸，哎呦，快来看一下，哎，你把眼睛睁大一点啊，睁大一点，看仔细一点，看到了吗？谢谢五八辣条的皇冠，谢谢，哎，你别拧，谢谢你，谢谢五八辣条，感谢，小小的爱心。恭喜，NONO当然不吃辣条。NONO吃辣条，他得把我咬死。啊，你又给我吃辣条！但说真的，NONO他不怕辣，因为他当时坐月子那段时间吧，就非常馋。然后我吃的那个泡椒凤爪，我吃完了扔在垃圾桶里，他去刨垃圾桶，把泡椒凤爪给我啃了。对，就是坐月子，真的就是字面意思坐月子，因为当时刚生完宝宝。NONO 没有，不知道有没有加，他没有加菲血统啊，你看他的鼻子非常高，就没有加菲血统。谢谢奇怪的上单送的生日帽。对，就是 NONO 蛮那个的，就是生了5只，攀爬冠军，对，生了5只。当时肚子变得非常大，然后就是在我的寝室生出来了5只，对，不知道爹是谁，就是蛮神奇的。
但诺诺已经是三岁多的大猫了，都送走了，都送人了，真养不起啊！当时我们房间里七只猫，对，什么瑞平过来的啊？哪条瑞平啊？让我想想，我到底说了什么话？我不会说了什么傻话吧？我应该没有说什么傻话吧？让我反思一下，因为我经常就是直播里面就是满嘴跑火车，就是有的没的，我啥都说。什么？对，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 B 站，我更新的视频，你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就是挺感谢，就是帮我剪瑞平 cut 的那个句句，就很感谢他那个帮助了我很多，比如说帮我带来了你这么一位粉丝，很感谢他，真的。哎，叫我干啥？为什么叫我馅儿？挺好，难得见到这样的称呼，挺新鲜的。我瑞平糍粑食堂，我没有瑞平糍粑食堂啊。虎牙，其实这一颗不算是虎牙，它其实是，它是一颗正常的牙齿，馅儿。谢谢，原来你们是从 B 站过来的，感谢感恩。现在就大家不管是新饭老饭，新不新旧不旧，全都披个皮，全都说哎我 B 站来的，跟我装啊、哦，没关系，我就全当不认识你们。新饭大家都初次见面，群号嘛32390705，就32390705，小红书来的呀，哇。难得，就是 B 站来的人可能多点，小红书你确实是第一个，抖音来的呀，哇，你也是抖音来的第一个，记得啊，以后每天你要给我送一个巧克力，你说100天啊，一定要送啊，不能断哦。网易云来的呀，是吗？怕不是就是我粉丝吧？除了我粉丝，谁还听我的网易云啊？为什么他放一半他就关掉了？难道因为我不是绿钻吗？全民 K 歌来的，我粉丝可能都不知道我的全民 K 歌。快手来，我就没有快手，好吧。口袋来的啊，终于来见到一个口袋粉丝了。眨眼来的，哦，我明白了，没事，很正常啦，这种事情发生。就是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不对劲，我怎么不对劲？我有什么不对劲的？下厨房来的啊，下厨房，我在下厨房都有名字吗？你是 B 站来的啊？好的，欢迎，油管来的呀！天哪，大家真的是，哎，为什么这些歌都只放一半啊？为什么 ？Why？这些都要会员才能听，我绿钻的我连过年都不允许过来了。再换一首歌，换一个什么简单了，看见我人来的哦，那你还蛮特别的，我不是 VIP， 我绿钻过到期了。有新年纯音乐，哎，等会儿新年特辑，我不想用网易云，因为用了网易云之后过两天他就给我推荐日推，就给我推很奇怪的歌曲。续上什么续上绿钻吗？不想续了，因为我感觉我用 QQ 音乐的次数也不是很多。新东方学完就去我们食堂应聘了，真的吗？来呀，那你就来，你去面试，你看看公司同不同意。什么很奇怪，什么？今天看了我 B 站瑞平骗婚 gay 的视频回来的啊？这你是受过伤害吗？没关系，就是受过伤害的人很多，不止你一个，就你要放开心，就是敞开心扉，放松你的心态，没有关系，这世界上人这么多，对吧？
男人这么多被骗婚，就哎，人还是得活下去。看我叼烟照片，我什么时候的叼烟照片？我什么时候叼过烟了？你别乱说好吗？被谁伤害过？没关系，你可以说出你的故事，就让我们大家来帮你骂骂他。嗯，谁骗的？紧张兮兮啊，那我也太丑了，我那会儿真的好丑，那会儿好像猪。就没关系，每个人都有就是自己，就是难以忘怀的往事嘛。但这不重要，人还是要往前看，这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啊，鼻子中间有猫毛。谢谢半人民宿吉米西的平安果，谢谢。经常揪你嘴唇，现在嘴唇中间有点尖。对，我就是嘴唇中间非常尖。谢谢灰太猫送的圣诞树，谢谢你，谢谢你的圣诞树，谢谢这只灰太猫。等你找个 CP 吧，最佳拍档帮你找个 CP， 然后给你找个 CP， 红太猫。这不是雷震子，雷震子就是这个，就是尖的，只不过我这个雷震子没有那么尖。我从小就这样，我的嘴跟我弟长得一模一样，我弟也是这个嘴。拒绝拉郎，为什么就要拉郎，就要拉郎，人人都要找对象。红太阳，但最近不是很流行唇珠嘛？我就是这个玩意儿，就是一个圆的，我说是个尖，流行的是圆的。对，就要拉娘，就要拉娘。我已经找柯南哥算了，我说我找他算事业啊，找他算的事业，我说我明年最佳拍档给我找个对象，我说我要找个什么样的，让柯南帮我算。转身跑路，别跑呀，他就是传说中那种搞事业不搞爱情的人啊，虽然我也是搞事业不搞爱情，但是在这条河里，就是你搞爱情就等于搞事业，你不搞爱情你就没有事业心。我是这么觉得，我可能会是这样的人，但是也不包括有的人他就是可以搞事业也可以不搞爱情。因为我们昨天在聊天，我就说啊，是谁说的？谁说啊，就在这工作还要把自己人给搭进去，没必要吧，这商业 CP 也挺好的。然后我说哎，我想找一个能让我搭进去的对象，就开玩笑的乱说。然后后来我就找柯南给我算算塔罗，就非常无语。当然是开玩笑，不然呢，我真想把自己搭进去啊，我疯了。结果就是给我算了呀，算了就是我会找到一个，然后就是猛烈追我的人，然后就是对我的爱是他觉得对我好，但其实也不一定对我喜欢，就是非常有占有欲的一个对象，而且我们俩的关系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就是说会很累。我不想陷进去，我是开玩笑说的，真是开玩笑说的。你觉得杨宇辛苦的啊？哪儿搭了？我觉得你们这些人也是牙口好啊，啥都能磕，挺好的，牙口好，健康。什么玩意儿啊，错综纠复杂纠葛的爱。当然我的目标我是想搞事业了，就是没有想搞那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这种爱来爱去什么的，这种我不是很感兴趣。我喜欢 T 还是 P， 我这个无可奉告。就是我觉得这事情没必要到处说吧，而且我喜欢什么这重要吗？这不重要对吧。什么我想和六六七七组搭档，也挺好的，跟他们组搭档难道不是就是原地当妈妈吗？就是直接我跟他们组什么搭档，家庭组母女组。对，我今天的妆就是画的比较干净，你看我这个睫毛根根分明，不
说怎么拉娘，就是随便拉呀，就是我觉得这个得就等 Kona 说的吧，等那个人来追我，等他来找我。嗯，但是就是根根分明的感觉，什么我得接受，我选择我爱的还是爱我的，我选择，我能选吗？我有选的余地吗？被动没有故事啊，可是我也不是主动的人呀。我觉得这种事情看缘分吧，大不了就单身一辈子了，那又怎么样？双方都在等向驴，那说明就是，那说明没缘分呀，就这么简单。你不主动，他不主动，那说明你们命中就没有这一段缘。我跟怀瑾，你确定吗？越来越好奇那个事，你别说，我也很好奇，但是。这种事情等不得，毕竟Kona塔罗牌也是免费没花钱，谁知道准不准。什么叫 W 单，把我也划进单的这行列了。我卖我现在就卖，我现在就出去跑100米，我现在就出去跑，跑马拉松我跑。前提是你得告诉我那个人在哪儿，我才能跑，我才能卖吧。确实没钱了，就是放一半它自动切割了。你看刚刚我那个事业粉，他因为我老是讲对象的事情，他就走了，他就不出现了。他说我就看不得这种恋爱脑。这叫过新年啊。对，这首歌就是叫什么龙梅子和老猫唱的歌。回来了，哎。好吧，炒 CP 也是为了事业，比练舞蹈管用，那还是不一样的。就练舞蹈其实还是管用的，嗯，又没有那个，又没有会员了。其实练舞，毕竟我们是歌舞团嘛，就是唱歌跳舞还是很重要的。就像我虽然满嘴说着我要找对象，我要找对象，但其实我唱歌也不差的，嗯，就比如说现在有没有人想要听我唱歌呢？我也可以唱歌给你们听啊。对，哎，你听个弦都听出来了，真厉害。唱不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 KTV 挺多歌了啊，听不到这个，因为想家了是吗？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生活的烦恼明天就回去了，那挺好的，明天很快就到来了。唱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哥，我唱歌挺，哎，还行吧，还行，还行。然后还有什么？就没有什么能。哦，昨天我想，昨天百心雨，我跟你们讲过吗？百心雨他说，我就在那儿发牢骚嘛，说哎呀好尴尬，要是明天我报那个最佳拍档，我报了最佳拍档，然后我在台上像非诚勿扰一样选，然后没人选我怎么办？就是万一没人选我，那好尴尬呀。然后百心雨说，刘贤，实在是没人选你的话，我选你。当然我心里我其实有点感动，但是后来反应过来了，百心雨瞧不起谁呢？谁说没有人选我？对，我第一反应就是哦百心雨真好，第二反应就是瞧不起谁呢？对，说实在没人选。什么叫实在没人选啊？我很抢手的好吗？
什么让别人都不选，那还是不至于。他让别人都不选，那我那岂不是他非得要赖着我？哼，百姓选我，我还不一定选他呢。他以为他选我，我就能让他选。什么？对，我很抢手的。同意我抢手的一人送一杯奶茶好不好？就让我来看看到底是谁觉得我很抢手啊，就是瞧不起我觉得我找不到对象的一人给我送一个圣诞树。谢谢露西亚的糖果，谢谢奇怪小兔子人的奶茶，谢谢龙波的奶茶，谢谢企鹅快乐的奶茶，谢谢 KDR 的奶茶，谢谢蓝色双鱼奶茶，谢谢鱼酥不是书的奶茶，谢谢大红袍奶茶圣诞树，谢谢你瞧不起我，你瞧不起我那你就瞧不起我，你有这个资本瞧不起我，为什么呢？因为你送了我圣诞树，可以，我现在就在你送的圣诞树上面许愿，我说我一定是个抢手的女人，我明年就要当舞台上最辣的妹。谢谢七月雨如珠的奶茶，谢谢灰太猫的圣诞卡。送圣诞卡是什么意思？就是表示我就是卡位嘛，正好卡在那个卡位，就正好所有人都找对象，就我找不到。说说眼泪流下来了呀。谢谢春山彩，哎呀哎呀哎呀 ，no no， 出去了。谢谢春山彩西女朋友拨乱反正版的那个圣诞树。哦，是圣诞卡，谢谢你，谢谢你。诺诺差点跑出去，我给他关起来了，差点就出去了。谢谢你，就是你送这个圣诞卡，就代表什么？负负得正，因为我收到两个圣诞卡，那这样就代表我不会被卡位了，我会找到属于我的专属爱情。对，诺诺还要开门，他要出去，我把门给锁上了，不允许他陪着我。陪着我们大家一起跨年，卡吗？我直播间很卡吗？什么五分钟？最后五分钟，朋友们，我要去放一个那个，啊，那首歌在哪儿呢？哎。我的收藏找到了，最后五分钟我要放这首歌了。就是烟火已经燃起来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放烟花了，朋友们已经想象这个烟花已经开始放了，就等着跨年的那一刻。什么 ？B 站博主刘老八，万人称他美食家。刘老八是谁啊？这是迪士尼的那个烟花的主题曲。卡上下，是说我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哇，好有那种感觉，诗意啊！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没去过迪士尼了，好可惜啊！我也好久没去过迪士尼了。最近就是因为太冷，要是没那么冷，我可能还是会想去。确实，最近有点忙，而且抢不到玩，不是抢玩哦，去玩嘛。但说实话，迪士尼玩的东西不多，主要是去感受那个氛围。对，我是很吃氛围的一个人，就氛围到了，管它好不好玩，我就觉得好玩，我就开心。极速光轮和那个小矮人矿山车，我更喜欢小矮人矿山车，我太喜欢小矮人矿山车了，我能一个人一直玩，连玩十遍，如果不排队的话。从来没去过，乡村人，哪也去过迪士尼？难道就是城市人了吗？其实我也是，我第一次去迪士尼也是去年的时候才去的迪士尼，然后去了一次，第二次去是今年。小矮人矿山车不刺激啊，我觉得会比那个创极速光轮好一点。
但是我个人很喜欢，因为它那个氛围太还原了，就像我小时候看白雪公主。还有最后两分钟，咻咻，我不怕，就是小矮人矿山车，我不能做那种倒转360度的那种，不让你奶奶做，嗯，可能是有点刺激。为什么要放 Let It Go？你夸我漂亮，你就夸我眼睛漂亮，哪有人夸人美瞳漂亮的呀？你刚刚是不是夸过我美瞳漂亮了？那就是另一个人夸了我，你就直接夸我眼睛漂亮，因为美瞳漂亮还是要靠人。对，我就教给你了，下次夸人直接夸眼睛漂亮。对，下次刘仙睫毛好漂亮啊！最后一分钟，开始许愿。往回来一点。我双眼皮贴，我没贴双眼皮贴。我是大眼还是小眼？我是大小眼。这眼睛大，这眼睛小。哇，谢谢露西亚的夜蝶，谢谢你，不知道能不能卡上。哇，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朋友们，谢谢露西亚送的夜蝶，感谢感谢感谢，新年快乐。谢谢谢谢，呼呼呼呼，谢谢蓝色双鱼的圣诞卡，这音乐也结束了，谢谢你的圣诞卡，就希望大家就是在新的一年就是能身体健康，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心情愉悦，最后就是希望大家能达成自己设定的目标，不管达没达成，我都希望大家就是可以为此而努力，就过一个充实的2022年。谢谢圣诞河畔这个溜达的夜蝶啊，谢谢。对，我的祝福就比较务实了，就希望没有目标的大家也可以找到自己的目标，就是哇，谢谢荣波的皇冠，谢谢你的皇冠，谢谢谢谢你的皇冠，就有工作的话就工作顺利，然后没有工作的朋友就希望你们可以天天开心，吃好喝好，谢谢优越的戴安娜凝视，我这可能我可能是第三次见到这个表情，这个礼物太少见了，谢谢你的戴安娜凝视，戴安娜凝视，谢谢五包辣条的皇冠，谢谢爱心发射，啾啾啾，谢谢五包辣条的皇冠，然后新的一年辣条可以吃，但是不要多吃哦，辣条可以但不要贪吃，然后叫什么来着，就是很感谢大家为我送出的礼物，你不吃那你为什么要叫五包辣条，蛋饺饭秋天奶茶，就谢谢大家给我送上礼物，就是新的一年我希望就我在我身上许下了什么愿望，我希望都能就是传递给大家，就比如说我希望我今年能够快快乐乐的，我希望我今年不要生病了，我希望我今年可以瘦瘦美美的，然后我希望大家跟我一样，谢谢一直都很饿的 QQ 送的秋天奶茶，对，他又去开门，可是我已经锁上了，他现在开门不就是不管用了哈。嗯，对，我希望就是哎，就希望大家的身边的朋友还有或者是家人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嗯，然后希望你们的领导或者是老师或者是同学什么的都非常的正常啊，就不要给你们找事儿。谢谢许阳玉肉最聪明的秋天奶茶。会发炎的地方已经没了，现在还差个阑尾，但我阑尾还没有发过炎啊，现在还好好的。换指纹锁，指纹锁也不行，因为它是那个只要带把手的它就能开，它只有不带把手的才不行。
指纹锁也是带把手的。什么？最后一句住你心里了。确实，就是领导不找事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就是领导不找事儿，一切安好；找事儿就是找你们，一定是好事啊。希望我每月提现50万，谢谢你，谢谢你，借你吉言。这其实是我就是2022年的目标了，就是也希望能做到吧。可能不说提50万，至少能收入能稍微比2021年稍微高一点。哎。好的，一定可以，我要努力了，要努力，要努力。伸出援手，哇，好圆啊，啊，好圆。什么干活以外的事都别烦你。哎，就希望大家啊，新的一年事半功倍。祝我 B 站百件。哦，谢谢谢谢，虽然我也不懂这个大概是个什么意思，但听起来好像很牛的样子。你是未成年啊？啊，那你说啥？那未成年祝你长高高喽！谢谢荧光棒，嗯，只想发财，那就祝你发财。一个舰长和夜蝶差不多是吗？哦，那摆件岂不是很容易就达成了？我突然在给自己立 flag， 我是不是飘了呀，朋友们？我飘了。刘贤飘了，谢塞纳河畔小贤子，哦，改名字了，小贤子听起来像太监，送巧克力，谢谢。希望能来看我手绘，来呀来呀，我觉得我本人还是比那个视频，比公演直播里面好看的。得有100个人送我夜蝶，确实，就是给自己就是设定的太好，我已经在做春秋大梦了，就我已经在梦想幻想我在 B 站粉丝破百万，先不说粉丝破10万，然后月入10万，我已经在幻想了，真的，我开始幻想了。问题是什么？我不能长高了，我只能越长越矮了。100个椰蝶也就是15万鸡腿是吗？对，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我们 BGM 怎么断了？不行啊，不能断啊。这个时候放一首《我和你》吧，就是人都要有梦想。哦，对，应该是《北京欢迎你》。放完这首歌啊，下一首歌《北京欢迎你》。就感觉很适合我们这个气氛。一个号只能开一次舰长啊？为什么？那个提督总督又是什么玩意儿啊？我真的不懂。而且我等会儿半夜吧，半夜我去问小菜刀，他半夜肯定醒，他可能在直播，我先给他发消息，我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直播的设备，比如说摄像头啊，什么麦克风啊，打光灯的链接都给我一通买。申请小闪电是什么？对，我就问问他，然后就很多人说，哎，你去问问蕊蕊啊，问问肥肥。我说，那我身边可还有一个大主播可以问呢，而且这是比较专业的主播，比较专业，嗯，真的很专业。对，因为他们俩是会在 B 站直播的。我们队能在 B 站直播的人很少，我准备在 B 站直播，但是公司还没有通过，就是问了我账号和密码，我已经提交了，但可能还需要走个流程吧。嗯，就是小菜刀副司机啊。我主打什么方向？我真不知道。我打游戏，我总不能打 Q 飞车吧？打 Q 飞车我又菜，我天啊，菜的抠脚，那怎么办？唱剑也行吧，纯聊天，颜值主播，直播读书，美食节目，那也不好直播呀。你们认识吗？小菜刀副司机，我看他的那个认证上面写的是那个高能主播，玩 ADC 的，是吗？萌宠主播 ，NONO， 你够萌吗？啊，好萌啊，确实挺萌的，好可爱。认识的已毕业的前辈，嗯，
谁呀、啊？我知道有很多前辈在 B 站直播，比如说 CC 前辈，但是我跟他不是很，我不好意思。直播撸猫，我认识佳爱前辈，但佳爱前辈肯定不认识我，因为我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直播泡夜奶，那不行，我都是速溶的，我不是速溶，都是浓缩的。默默前辈啊，我连默默前辈的微信都没有。王诗萌，确实有王诗萌稍微熟一点。那还是小菜刀吧，想了想，我跟他应该算是最熟的了。口袋有稳定的观众群体，哎，你们要这样想，我又不是不在口袋直播了，我是口袋和 B 站两头直播，难道不开心吗？你们见我的次数又多了耶，对吧？你见过杨烨直播哦？杨烨他偶尔播吧，也没有经常播。我看唐林他是在抖音上直播，双开大了。但是当然我又不会说我在 B 站直播我就不开口袋了，我不开口袋那我怎么行啊，我本职还是在口袋的。两个同时播可以吗？那就是这边准备一个直播摄像头，然后连着电脑直播，然后这边准备手机，我就一边两边直播。小唐又不播了，因为他现在在养身体，他已经回家休息了好长一段时间了。什么当个舰长？好的，就是我来看看啊，有谁要当我的舰长的。哎，我好现在怕一件事情，就是到时候你们说，我都在这说了，我就放话了，已经开始做我当大主播的春秋大梦了。结果叶总跟我说啊，你不能在 B 站直播，公司这边觉得你还是不太行什么的，那就尴尬了。就朋友们帮我祈祷一下啊，帮我祈祷一下，希望我能至少能先开得上，好吧？对，我没有急，我没有急，就是梦想已经那个，就是做梦了，做梦。就我觉得你们这样祈祷可能不灵，你们硬是送我一杯奶茶吧，就当祈祷，就当上香了，好吧？就是这样可能会比较灵一点。谢谢露西亚糖果，谢蓝色双鱼的奶茶，真的，我没骗你们。什么？对着叶总照片磕俩，磕谁？就上香，就上香。谢谢 K02 的秋天奶茶，谢谢这个好不好？也是平安果。谢谢荣波的荧光棒，那你也得送99个啊，99才灵啊。你怎么知道我在骗奶茶？被你看出来了，被你看出来，那你怎么不送？你就是拎着清醒装糊涂。谢谢夏天不喜欢夏天的奶茶，谢谢 Jamie21 的8个荧光棒，谢谢一直都很饿的 QQ 的奶茶。 B 站播啥风格？说实话我不知道，对，可能得先试试水吧。我不是打游戏，就比较那个，我看肥肥他们直播应该都是打游戏，我不会打游戏。我觉得我在 B 站打游戏估计得被喷死，我这个菜的要死。你以为你在砍价，结果你在什么？结果你在谢谢荣波的99个荧光棒，谢谢你。我学习啥呀，菜也是特色，就是菜到让万人骂我，那我太开心了。我的直播间瞬间涌上来了一万个人来狂喷我，那我是不是火了？玩小游戏，比如说黄金矿工、森林冰火人。对，确实黑流量也是流量，确实是这样，但是咱们尽量做一个正面的主播好吧。斗地主，我斗地主也菜的不行，真的非常非常菜。诗仙女她是直播学习的吗？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学习过了，玩端游更不会玩了，我手游都玩着费劲。血压高没事儿，就是其实还好，你就是你要想想，有一个人来骂我，就等于多了一个人认识我，是不是一件好事呢？直播锐评环节，当然我也会直播啊，经常直播。我知道我要播什么了，
我在 B 站直播啊， B 站来的人骂我，然后我就开直播杜瑞平这些骂我的人。是不是觉得我天才？对，真的就非常就黑着黑着人家对我有感情。嗯，但我这是做梦了，已经梦到我开始被人黑了，万一就开播之后发现并没有人看，那就尴尬了。笑死。就这位帮这些帮我出主意的朋友们啊，我觉得你们先加个群吧，就是32390-7085，就是我觉得人多一点集思广益是不是会好一点呢，就你们可以先加个群嘛， QQ 群啊， QQ 搜索32390-7085。当然我也只是建议，出圈骂上热搜，没上过热搜不知道上热搜是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吧，上热搜还是得要好事儿吧，别好事不出门坏事前传千里，那我不行那不行那不行那不行，我是个正面的那个小偶像，正面的小偶像，我们不走黑流量路线啊，尽量不走。什么在我的充电榜排第14啊，可是今年这个月好像给我充电的人一共也就才15个吧，你排第14，就是进步空间很大。谁呀？等一下，谁？哦，好，等一下，我在直播哦。我给你拿过来，你的外套在哪儿呀？沙发上，没有你的外套哎，没有。没有你的外套，没有没有，你是不是拿回去了？不是，是黄恩如，是恩如。嗯，钱都去买皮肤了，说好的发电呢？等了一年了，依旧没有等到，没有关系。谢风扇下的奶茶，谢谢你，谢谢你。恩如哥哥，恩如是我房间的常客。谢风扇下的奶茶，明年一定。唉，就是这种东西随缘啦。然后就是什么来着，就最近就想的就是搞事业嘛，搞事业，希望我能就是盯住，把我的这个冲劲盯住。因为我属于是那种就是冲一段时间疲了我就不想冲了，哎就这样吧，然后就开始摆烂，然后就开始混日子。我、哦、也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就是我就是用夸张的手法来说，我就希望就是还是要当个女强人，确实也不是就比较夸张。打星际的不光看不见皮肤，连单位都看不见。星际是什么？我可以直播画画。再画这辈子不想摸笔了。哦，星际争霸。哦，确实我小时候可能很小的时候就有这个游戏了，确实有点古老了。也不一定要有主题。嗯，不知道不知道，前提是得先要有人点进来看我的直播吧。为什么就是为什么我当时想要在 B 站开直播呢？就大家想听我这个心路历程吗？就我最近其实思考了几天的，因为我就是最近 B 站播放量都还可以嘛，就是每个视频播放量都还行，然后讨论度也还行，我就想说这些人就最多就只是关注了一下我，点个关注，好给我视频一键三连就行了，他们可能连我是谁都不知道。我说那不行啊，我得想办法把这些就是播放量点击量变现，然后就说那我不如开个直播吧，开直播是就是留住粉丝或者是吸引粉丝的最快的途径。因为我的目标不是为了让他们真的来关注我今天吃了什么，我是想让他们关注到我刘贤这个人，就他们知道我吃什么哦挺好的，可是这不能为我带来什么，为我带来的就只有 B 站的激励，虽然我觉得这已经挺好了，就是
已经蛮知足的，但是我就觉得不够。嗯，我已经在申请了，已经在申请了。B 站硬币攒了500多个，是吗？我好多硬币啊，我都不知道我有多少个硬币，我感觉我从来没用过。嗯，然后就有粉丝跟我说嘛，说我的 B 站可能播放量还行，有好几个就是50000以上的播放量的视频，但是呢，但是也没有多少人加我的 QQ 群，就其实本质上也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不太够的，所以我是这么一个想法。嗯，但是有一件就是不太那个的事情，我去问了一些人，他们就跟我说就是不是很建议我在 B 站直播，就问了一些成员，他们就说因为 B 站直播的话分成很少，就比如说你本来在 B 站你可以赚，就比如说我一个月本来在 B 站可以赚500块钱，我现在就是500我全拿，但是如果我在 B 站开了直播之后，我这500我就要分成了，我就可能只能拿到200或者是多少，就说不是很建议。但是我想了想，我觉得我还是可能还是得尝试一下。对，因为我不是为了靠他赚钱，我是为了靠他就是给自己多一点粉丝，因为你们都知道我确实在这条河内，确实我说实话吧，确实有点糊，真的确实有点糊，就认识我的人也不多，我想让我多一点粉丝，就是累积一点就是就反正就是你们懂就行。对，就我就是还是希望啊，希望是一件好事吧，希望到时候我不要后悔。引播大的最好是能这样。对，咱要搞事业好吗，咱要搞事业，就冲着这波事业心，没人送我一个权杖吗？啊，有没有觉得非常感人，有一种我站在那个叫什么来着，中国合伙人的那种感觉，我下一步我就要去美国注册上市了。谢谢奇怪小兔子人的权杖，谢谢中国合伙人，你就是我的合伙人之一，谢谢奇怪小兔子人，谢谢荧光棒，谢谢鱼酥。吃播聊天准备几首歌曲挺好的，就像我现在在口袋的直播模式，但在 B 站直播或许会改成横屏，不知道，得等我要到设备，万一小菜刀直播设备非常贵我买不起，那可能还是得用手机直播，我的电脑不太能吧，电脑就是它的像素比较低，因为小菜刀他用的电脑肯定都是打游戏专用的那种台式，我这个笔记本而且还是苹果的可能都不太行，可能得专门买个摄像头和麦克风啥的，但小菜刀他比我有钱多了，说不定很贵，不好说，先问问。对，咱要搞事业，刘贤粉丝听到有没有觉得很感动啊？好，我们贤子长大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我们贤子成熟了，就是我很多时候还是需要一些我的粉丝的支持啦，就比如说大家多出去帮我宣传宣传，说哎，就说刘贤的 B 站又怎么怎么，又那个什么什么 ，B 站又发了，多好，出去吹呀、啊、吹呀、啊，就狂吹。什么？引谁？醉杀？啊？挺多人发帖，确实，我觉得，以前吧我可能就是特别不喜欢这种就是被人带节奏或者是怎么样，我现在觉得无所谓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成熟了，没有以前那么玻璃心了，我现在顶多就是跟人杠，但是其实面对这种批评啊或者什么的我真的觉得还好。嗯， B 站入坑的吗？是吗？你是 B 站入坑的吗？好的，感谢啊，感恩。整点话题帮我去引，比如说什么话题，比如说瑞平，好呀，就交给你了，有时候还是需要，哎，就是线上就希望，也是希望线上粉丝可以多一点，当然线下粉丝也希望能多一点，就是剧场这方面，因为我毕竟也不是一个专职的主播或者是 UP 主或者是
都不说专职，我真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我粉丝也才刚破万。然后，就是本职还是一个 idol 小偶像，就是还是希望这自己能稍微出名一点，能有多一点的粉丝吧，累积一点粉丝基础。嗯，其实心里是这么想的。嗯，对，剧场才是根基。下次来给我喊口号。好呀，好呀，好呀，欢迎欢迎。瑞平社会热点事件，社会热评。社会热点，我不敢，这个很容易评出事儿的。好吧，随便你们，随便你们啊，随便你们评不评，反正你们多看看我啊，多看看我，说不定哪天就成为我的粉丝了。对，其实我还是有分寸的，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或许、也许、大概、可能还是分得清的吧。半夜看美食视频，太好了，巧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喜欢半夜看美食视频，多头贴几次，就是这个也得看状态，也得看状态。嗯，今天头发怎么这么乱？不馋了，因为我已经吃了两天、三天，吃了三天、两天煎饼了，就吃了之后，我现在就不是很馋了。就你减肥的，大家有可能会遇到，就有时候要减肥，就你很想吃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控制自己，你说我不吃，我不吃，我要减肥，我不能吃，我不能吃。如果你非常想吃的时候，就去吃。你只要吃了，你就不会想吃了。我前段时间就是馋煎饼，我就说我好想吃煎饼，可是我要减肥怎么办？我不能吃。但是我最后吃了，我吃了两天，然后第三天我就不想吃，我现在就完全就不想吃煎饼。我今天白天也不想吃煎饼。就是你的身体告诉你你想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不能违背你的身体，因为你违背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就会报复你，真的是会报复你的。就是你下一次你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暴食，你就身体告诉你再吃点，再吃点，再吃点。什么 B 站哪些雷啊？我其实还好，我对那些其实真的没有怎么放在心上，真的没怎么放在心上。我是要感谢他们，就是如果他们第一条没有那么批评我，没有那么吐槽我的话，我可能也不会靠激励赚挺还是挺多钱的，挺多有一部分一些些钱。嗯，因为现在 B 站的大头是激励嘛，以前是充电，最近这个月是激励，哈哈，激励已经超过充电了哟。对，我已经长大了，我是2022年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对，就是这样的，就是什么都不好说。然后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跟大家说，我还差300个鸡腿凑枕，有没有人愿意帮我凑个枕呢？就差300，真的很重要，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很重要，真的，你们别笑，哎，你打问号干什么？真的很重要，我就差300的鸡腿，我就凑整了，真的。你们打问号干嘛？谢谢岳阳乾隆马爱吃爆米花的60个荧光棒，谢谢，谢谢你，谢谢你凑整了啊，谢谢，谢谢。然后我现在还差我现在还差9900，多少多少凑整。谢谢你的99个应援棒。哎，你们打这个问号，别人进来的不知道还以为我说了什么怪话呢，我也没说什么，好吧，我不就是骗了一下鸡腿吗？怎么了？黑厅是什么意思？二进制凑个整，二进制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要凑二进制？为什么不能？我就要我凭我的心情，我想几进制，我想多少进制我就多少进制。我开心就好，我开心了大家就开心，你们我开心了你们不开心吗？我要是直播我就臭着个脸啊，不，对呀，什么放在后台被我的臭不要脸引过来发问号，什么意思？似懂非懂，我没有说怪话，我没有说怪话，我就是骗了一下鸡腿，但是可能引起了大家的不适。就发问号，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说了什么。
可能大家对于鸡腿这方面比较接受度比较低。我不相信有对送鸡腿这方面就是接受度比较低的吗？我不相信。来一个人送我一个圣诞树，让我来看看，快点，都在等发工资啊？是吗？对鸡腿 PTSD 了？真的吗？我不信。把我的直播当 BGM 放在手机后台听。哦，懂了。然后听到就放在后台，我在做作业，我在敲文件的时候，然后突然听到不对的，嗯，赶紧过来问问，是这个意思吗？发生了啥？我这个骗鸡腿方式还奇怪，我哪儿奇怪了？不奇怪，人家都骗皇冠，骗发电啊，我骗一棵圣诞树，怎么了？我的音啊，怎么了？还好吧？真的很让人不能接受吗？真的吗？我不信。真的吗？我不信。等年终奖，那你等你年终奖发了，你要给我送礼物吗？你会吗？你会吗？等你年终奖发了，你都不知道我是谁了。你今天开心，我来路过刘贤这儿，我来看看。等明天，刘贤是谁啊？我怎么不记得他了？谢溪水月的糖果。什么？新年红包给我上舰长，谢谢谢谢。希望新年红包还在的时候，我能顺利的开通我的 B 站直播吧。夜蝶走起是吗？真的吗？那你现在先送我一个圣诞卡吧，你别跟我扯夜不夜蝶。对，你们可以先加个群嘛，3239070085，随便送女孩子礼物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是吗？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不礼貌啊，你这种阻止别人送礼物的行为才是不礼貌。不是吧，不是吧，刘贤在这儿骗苦苦哀求了这么久，我都没有一棵圣诞树哦。不是吧，不是吧，不是吧。3239070085，3239070085。我开始什么？我就说个应援群，又不让你花钱，你加个群还花钱，动动手指的事情，这个都说不得啊。那我还能说啥？谢谢荣波的圣诞树，谢谢。你知道吗？这位叫荣波的朋友，就是我的，叫什么？就一直每次直播，他就来帮我挽尊。每次我骗不到鸡腿的时候，他就出来。刘贤，真的太可怜了，我来给你挽尊。每次都是，说着人就哭了。你这份恩情，我永远记得。真的太惨了，太惨了。就是我就像那种刚刚说完，哎，我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月入多少多少，我要多少多少舰长，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月入500000鸡腿，怎么，然后结果最后开始干活了，一颗圣诞树都没有，还是做梦比较快。骗鸡腿技术越来越粗糙了，是吗？就像你头像皮卡丘的那个游泳圈吗？你们这些人哦，你们现在都不给我送鸡腿，我真的不相信你们到时候会给我上舰啊，上舰上舰，我真的不相信的。还差多少万鸡腿？我数数，可能不多，一万五。要是上了呢？那我你上了你就上了呀，我给你鼓掌。我没有攻击皮卡丘，我攻击你头像这只皮卡丘，它的游泳圈实在是太大了。入群答案，你填拒绝指教吧，就是拒绝我，拒绝你的指教，多多指教，拒绝指教，你就填拒绝指教。对对对 ，B 站，你看有人进群了，有人进群了，就是还是有人进群的，就说明我刚刚说那么多，就是还是有用的。
什么？你之前随便填的让你听，确实，其实你们真的随便填吧。就最近，就是我在直播期间，你们随便填。同意。对，现在秒通过的，大家现在不用问问题，就32390785，直接进群啊，直接进，有人拉的直接进。好多人加群，真的假的？我不相信。你每次你都把事情说得很夸张。今天我开直播的时候啊，我开了很久，大概很久。160个人吧，我刚开没多久，久不久啊，就开了一会儿了。我说怎么没有人啊？他说刘贤好多人啊，已经有160个人了呢。嗯，好吧，他说话就很夸张，就是非常的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就确实160个人是挺多的，也不少吧，对吧？挺多的了已经。应援群真的有160，我应援群才160个人，32390785，就是这样。他又在夸张，说我情侣欢迎不过来，我不信。很多等于4个，搞笑，很多4个你都欢迎不过来，那你欢迎啥？4个人就把人招待的巴巴适适、安安逸逸的，真无语。对，真的很夸张，我就讨厌这种夸张的说法。就咱们踏实一点，实事求是一点好吗？我拿手机看，我没有加群啊，我不在我的群里，我看不了。是挺多欢迎是吗？好吧好吧，那我相信。又来一个，好的好的，太好了太好了，这说明什么？就是这是一件好事啊，咱们干自己的。干自己的事业，就是人啊！我一开始讲我的那个，我就应该去 B 站上面开讲座，就讲我的这种人生大道理。就人不能消沉啊，人不能消沉。女人呢，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自信的女人才是最美的。当有人看到你自信的眼神放着光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没有什么事情比现在的你更重要。什么彩虹日记，回答彩虹日记。天哪，看来是老粉丝了。我逗你笑，我没逗你笑，我哪儿逗你笑了呀？我没有。没有大僵尸，谢谢飘落的麋鹿胸针，谢谢。我其实是想知道，我今天在 B 站上面评论里面打了个广告啊，我说我在口袋48直播，我说有人要过来看我直播，欢迎大家来，然后放了一个口袋48的链接。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因此来下载，然后来看我的直播，也会不会有人就是看到我的 B 站简介来加我的群啊之类的，我转发出来。哎呀，下就是我都想的是我就是要来，我就是问一问，然后下次我只要在 B 站直播嘛，如果我能在 B 站直播的话，直接在 B 直播里面打广告嘞。一下子看见这么多美女，人说这么多美女，哎，我刚刚看的是谁来着？忘记了。你就是吗？真的假的？你刚下载口袋48，你就4级了。谢谢大口吃掉两个羊的圣诞帽。瑞品学生会视频啊？学生会是什么？我什么时候瑞品了？谢谢9999的糖果和圣诞帽，还有麋鹿胸针，谢谢你。谢谢你，还有平安果，谢谢9999。什么？每个视频都置顶下载。什么学生会？我怎么不记得了？美玉学姐，这是啥？啊！那是我多久之前？我已经不记得，我半年内可能没说过这个吧。多久之前的？让我张嘴唱歌。那可能我真的说过，确实因为我嘴小，你们看得见我嘴真的不大。我已经很努力，他非得要让我张嘴，说你刘贤你把嘴给我张开，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反正就挺无语的。我说我已经张很大了，我再张我嘴就裂了。有个人填答案填的，我说随便填。好，挺好的，随便填，就是这个审题100分。
我等会儿也去看看到底是什么视频。就是真的很感谢这个帮我剪 cut 的句句啊，他虽然就是也没有在我直播间见到过他吧可能，然后但是他一直在剪我的视频，然后说明他补了很多我的直播还有录播，就是蛮用心的。嗯，很感谢很感谢，很喜欢我，看得出来确实很喜欢我，确实很缺德，还好吧还好吧，也不是很缺，暗恋我啊，暗恋我你这话说的，暗恋我在河内还暗不暗恋，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我知道他叫缺德君啊，我知道，我学习标题党，我标题党，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标题党，你说我开直播的时候我是每次结束直播都击掌，对对对对，是我是我，你记得我啊，真好真好，看来直播击掌这个也是一个记忆点，学习到了。哎，虽然这已经成为我的习惯了，很感动，就是会有人因为这些事情来记得我，说着说着人就哭了。其实吧，其实在上周我的还非常消沉，就是在上周25号那天，就是握手会嘛，因为我们当时那天办了一个握手会，我数了一下，我那天来握我的人可能10个，嗯，可能就10个，最多10个。然后别人就是没有来黑我，就是然后别人就别的成员他走的时候都会有 staff 就是过来拿一个白色的大口袋，就非常大的口袋，然后过来说嗯，你粉丝送礼物就是放这个口袋里，会有 staff 专门帮你提的。我说不用，因为我就一个口袋，里面是3个年糕和一沓邮票，就是我的照片的邮票，就很用心做的邮票和3个年糕。然后我回去我就想说没关系，正好我饿了，我就把年糕一吃，然后咬开是咸蛋黄的，当时真的差点哭出来，因为我又不吃咸蛋黄，真的差点哭出来，就非常难过，然后真的很难过。那天晚上开直播，真的就是晚关一秒的直播，我眼泪就下来了，就直播哭了，就非常的受打击，就觉得，哎，自己可能真的没什么粉丝，就没什么人气，就已经糊到没边了。然后，真的，当时我心想，我退团算了，我请假回去，我就不回来了。真的，我就是我每次啊，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经常会有这样，虽然我不说，但是我经常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但是我思考，就是真的是静下心来思考了好几天之后，我觉得还是人还是得干事儿，不干事儿只会越来越差。嗯，就像可能现在还是有蛮多新粉丝。也不管他是不是我的粉丝，有蛮多人来看我的直播，然后我就觉得可能还是有用吧，就人还是得干事儿。对，就大家可能都会有，就你们就别说我们了，你们可能也会有，经常工作的时候被领导一骂，或者是自己成绩业绩不好的时候，会说我不干了，我要辞职，我要回家了，不好意思，太激动，我要回家躺着睡觉。也会有这种想法的，就是其实还蛮正常的，嗯，蛮常见的。当然说到积极营业，其实我感觉我不配说我积极，因为我营业挺消极的，因为我翻牌其实挺慢的。嗯，加油，还是要加油加油，就是不求一个大红大紫吧，至少人能过得去。嗯，我在文艺，确实经常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放弃的念头非常多，但是你要真让我放弃，放不弃啊，好难哦。对，去上海需要隔离14天。嗯，如果是要隔离14天，那确实有点，嗯。但是你别跟我说你这是你的借口，其实你就是说，嗯，反正隔离14天我就不来了，但其实心想我本来也没打算来，是不是？发了饭牌感觉太尬了，就撤回了啊？为什么要撤回？谢谢荧光棒。
被我说中了吧？你看你这些小心思，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本来想着，哎呀，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我不是很想去，怎么办啊？不是很想去见刘贤，但是刘贤那儿不好交代啊啊！要隔离，太好了，有借口不去了，是不是？啊，年纪大了，哪有？又不是七老八十。嗯，就希望等到时候疫情稍微就是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然后也不需要隔离，大家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来上海，然后回去又很方便的时候，到时候大家一定要来看我。嗯，不要让我一个人在那儿坐着孤独的玩手机，手机都玩没电了，真的。不知道翻牌聊什么，就瞎聊。对，就是一定要来，就是人活这一辈子，真的人活这一辈子真的是见一面少一面的。就你不要想着说啊，刘贤啊天天能见，周周能见到，但是就是总会有分别的那一天的，就是所有人都是见一面少一面。下次大家送个充电宝。好呀，对呀，我借充电宝，我还花了我15块，好贵啊！充电宝好贵，15块。我去握手会，我什么都没有，我在那儿坐一天，我还花了15块买了个充电宝，真的非常崩溃。对，差点就哭了。我买了，在白旭房间，一直没去拿，每天都忘。对呀。确实好多人就是很久都没有见面了。谢谢风扇下的奶茶。哼，借我充记得还。好呀，不，下次我自己带。哼，下次我把手机充到100%的电，然后自己再带一个100%的充电宝去。对，他不在，他就是不惜的跟我一起跨年的。哎，腰好痛啊，我在这沙发上坐着腰好痛啊，腰好痛。哦天哪，开玩笑的，腰痛真的。我躺着播不行，怎么能躺着播，直播睡觉也不行。我知道了，我需要一个枕头，把枕头垫在我的背上。哎，舒服多了，好像也没有舒服。嗯，还是有点腰好痛啊，捶一捶。什么？带个玩偶放对面？为什么要带玩偶放对面？还是把枕头抱着吧。哎，不行，还是得放背后。我歪着坐，有吗？还好吧，没有歪着坐。跨年公演后做个按摩，没事，主要是可能是坐太久，因为平常都是葛优躺，就很少有这样坐着。嗯，10个人太少了，放个玩偶安慰自己，放个玩偶发泄是吧？就锤，我心不甘心我就锤。嗯，然后你不介意，我介意啊。1号上班啊，啊，辛苦了，真的辛苦。哎，我感觉就是我直播。已经现在已经讲到没有话讲了，就是已经没有话讲了，就整个尬住了。为什么不能躺着直播？因为你躺着直播的时候，你的脸上的肉是往后弄的，你脸就会非常的大。没觉得尬是吗？
我知道了，我知道问题所在了，就是这个时候我已经太久没有收到礼物了，然后对，就是谢谢很饿的，一直都很饿的 QQQ 来热我们这个场子，就需要一些大家的奶茶来热一下我们的场子，谢谢 47 的奶茶，谢谢蓝色双鱼的平安果，谢奇怪小兔子人的奶茶。你看是不是有了奶茶之后整个房间热闹起来。哎，我知道问题了，是因为没有 BGM 了。 BGM 谢谢 K 灵儿的奶茶。你提话题，你提的什么话题？来，咱们放一首歌，新年歌单。商场必备新年歌。啊，好多猫毛啊！2021新年歌集，放这首歌吧。补到了首演，我的首演，什么首演？十只卷还是余华成蝶还是？不会是专属派对首演吧？你别吓我。别吓我。甜蜜盛典，下一首歌吧，等把这首歌放完啊，就这首歌也代表了我的想法，不过你往后听就好了。这是前奏，我听了，我看了今天的 MV 了。大声吗？会不会有点小声？谢谢威蒂的圣诞帽。说实话，不会唱这首歌。哦，十卷啊，吓死我！我以为他去补专属派对的首演了。十月份的现 N 队公演全补啊！天哪，你补的有点快呀、啊。什么 Rick Roll 是什么？倒也没必要去。然后，怎么说呢？明天要公演了，明天要早起，我就早点下播吧。虽然我真的就差15000的鸡腿，然后咱们就凑什么？但是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凑的这么足了啊！但是没有办法，但我要下播。哎，对，150000到50000，我算一算啊，可能不到，不要15000，13000的样子，4万，13000的样子可能。是吗？我们几点去剧场？明天是10点出发。哎，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有什么办法。但是这样了。对啊，很早，因为要彩排呀，我们还没有彩排过呢。最近这几天就是天天都会有人过去彩排，然后我们是明天彩排的。我那个节目是明天开始彩排。哎，其实剧场是能借充电宝，我充电宝在百戏里呢，一直没拿呢。剧场里眼镜我觉得是找不到了，就一个节目，然后一个16人曲，信息安全风险，但其实还行，我也没有暂时没有什么感觉，但充电宝它是正规充电宝，美团的那个充电宝，后台人肯定非常多，正规品牌的自己。下一首歌，放这首歌吧。对呀，真的非常挤。
哦，说下一首歌放《甜蜜盛典》的来着，忘记了。但这是老版，这是老版新的版本出音源了吗？还没出音源呢，只有老版的音源。啊、哦，网易云啊，我觉得 MV 挺好的，拍的大家都很美。但是有一点不好，有一点不太好，就是我没有去，就是我没有去拍 MV， 这是它的缺点之一。要是我去了就没有缺点。我瑞皮四年单。对呀、啊，我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嘛，我就觉得，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不过分吧？这么一个想法。哎呀，哎呀，我就在想。刚刚那个叫什么来着，前面就是看我直播的那些人，然后他们是不是现在都不在了，就说哎我看够了不想看了。谢谢豆浆油条好好吃的秋天奶茶，还在哦，让我看看还现在还有谁在。什么，我说个离谱点的话，我脑子一下子也想不出来，毕竟我也不是离谱人，对不对？谢谢 Norton 的秋天奶茶，好吧好吧好吧，谢谢龙波的秋天的奶茶。谢谢威蒂的五个圣诞帽，哇、哦啊、谢谢威蒂，谢谢时空有波的生日礼物。记录流年在歌声里向未来许愿，不知道干啥了，尬住了一下子。我不抢充电宝啊，我抢充电宝干嘛？一下子不知道该干什么，但是又觉得，哦，确实没有什么别的事。对啊，我们刚刚愉快的跨年，你是不是没有来？谢谢微笑不背锅，改名字了，送的巧克力，谢谢，不叫韩贾乐版了。什么还有一天，可是我明天没有办法直播跨年。哦，谢谢平光白 CY 的圣诞树，谢谢你。哇，这里是哪里来的善良路人，谢谢你平光白。对，谢谢你的圣诞树，什么送个礼物再走，别走，走先。啊？嗯、啊，你们哦，一个叫威少，一个叫威帝，救命啊，撞名字了。总之你们俩都是威啊，威威，给你们起一个 CP 名叫威威，学习版。我说你怎么改名了？好吧，好吧，好吧，好吧。你晚上跟 X 跨了，嗯，真不错，挺好的。刘贤粉丝就是不专注自驾，跑去跟别的队跨年啊，就自己推，然后开直播都不 care 的，都下播了才来。成为刘贤粉丝第一天是吗？这么荣幸，打个招呼，就请多指教。对啊，就非常无语。对，欢迎，就是也可以加个群啊之类的，就是32390785就可以加个 Q 群嘛，32390785，他很浪的，可能吧，可以成不激进，可以成为流行粉丝，不激进，流行粉丝为什么要激进啊？
为什么你对我流线粉丝有什么误解吗？流线粉丝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击剑的好吗？加群秒通过，对，就现在加群就秒通过，就是可以加个群。因为食堂关注了吗？真好，看来食堂系列真的不错，就谢谢你，谢谢你。流线粉丝都是看食堂 vlog， 什么意思？也不是好吗？虽然因为这件事情确实多了很多粉丝，但是看食堂 vlog 来的人还是占少数。如果啊，以后我的粉丝真的80%都是因为我的食堂来的，那说明有一件事情就是我 red 了。拉票公演来的，哎呦，放下一首歌吧，放。怎么我们 SNH48 的专辑里面还有红心歌？那我继续放北京欢迎你了，我又放北京欢迎你了，朋友们。今晚剧场跨年大餐，哎，可惜啊，这些大餐我不敢吃。谢谢渐渐稀疏的刘海送的25朵玫瑰花，谢谢你，谢谢渐渐稀疏的刘海。哎，听到你的名字，我想就很痛苦。夹心糖，夹心糖，这是什么梗？不会是什么虚拟主播吧？B 站直播大概什么时候播？我不太清楚，得等公司同意，然后申请通过了才行。嗯，没有，我猜的，我不了解，其实我不是很了解，我猜的。就是我有个朋友嘛，他就是给那个，我知道他们这个组合，因为我有个朋友之前，这个能说吗？就是你们，我不知道，就是虚拟主播这一块，你们是觉得他人跟主播是分开的，还是说就是这个人就是人？就像我觉得琳娜贝尔就是琳娜贝尔，他里面是没有内心的，是没有人的。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看待虚拟主播的？就琳娜贝尔就是琳娜贝尔，他不是什么七分裤堆堆裤，是这样的吗？演员和角色的关系，你们看他是演员和角色关系，还是就是他本人，就没有说什么配音，或者是这个角色，就这个角色他的配音是这个演员，不同人的想法不同，那我还是不说了吧，就免得引起争议。下播看也翻牌，碎沙可以说，哦，那我这个也不是很了解。什么我都不知道里面是谁，就是我有个朋友啊，他之前就是给那个女团唱主题曲，唱了一次。嗯，但是不是声优，不是声优。感觉出大事了，好害怕，好害怕！我需要人的权杖才能平复我现在波动的内心。好害怕，好害怕，好害怕，好害怕！呜，人害怕了，需要一个权杖才能平复我的内心。对。因为我怕呀，我怕，我真的怕，非常怕。因为算下来我能有多少个粉丝啊，我的粉丝就真的只能算比较少的一个群体，但是人家那儿啊啊啊。我觉得琳娜贝尔，我其实我没有很在意这个，我没有很在意琳娜贝尔或者是她的演员什么的什么样子。我骗鸡腿的样子真迷人啊。难道不是应该骗到的样子才迷人吗？我都没骗到，这能叫迷人吗？不如你送我一个礼物吧，那你看一下迷人的我怎么样。口袋不能上家，冲不了这边是吗？
我应该有500个粉丝，是吗？冲我不要冲刘星粉丝，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是我的粉丝吗？什么？我刚刚没有说什么呀，就是你还好吧？什么才500？不得不说，我觉得500已经非常多了。我觉得我粉丝可能都没有50个。真的，我数了一下，我现在脑子里回想，我粉丝可能真的没有50个。得多少鸡腿证明是我粉丝？嗯，怎么样也得有一棵圣诞树吧。发弹幕的也不一定都是我的粉丝呀，有可能是别人粉丝啊，或者是好几个推，多少个推，双推、三推、四推、五推、六推、七推。我没屏幕党。你这话说的，我跟你讲，我这屏幕党最多，屏幕党非常多，我没有线下党，我线下党非常少，可以说少之又少，很少，可能个位数，但是我屏幕党非常多。单推是不可能的，谁说的？我只有单推，单推举手。不允许多推，我允许啊，我当然允许多推啊。只是我觉得你们多推多推也可以，但是你们一人送我，就是送我一棵圣诞树不难吧？你们多推推都推了，送一棵圣诞树也不是很难吧？对吧？我是这么觉得的。50个单推以上在团内属于 top， 我当然不是说50个单推，我说是50个粉丝。就不说单不单推吧，我至少要在你们心里排到前五吧，排到前五，这才算得上吧。就是在我的心里能在这50里面占一席之地。要是我连在你们心里连前五都算不上，那你们能算我的粉丝？或许也算吧。但是你们圣诞树不给我送，你们能说你们是我的粉丝吗？哼，谁说装不下那么多人？有的人心里能装50个人，有的人心里能装500个人，有的人心里能装100、1000、10000。你打字，你这个过分了。前三才算粉丝，其实我觉得还好。哪儿粘牙了？我口红哪儿粘牙了？我已经说得很委婉了，前五就算粉丝。我在你心里排到前五啊？你心里只有男人啊？啊，好少见哦，好少见啊！荣木又来给我挽尊了，谢谢你给我挽尊，非常感谢，感谢你来挽尊。你这样整的，下次我开直播不叫你，因为不然每次你说刘贤没人，又没人送礼物，然后你要出来就是给我挽尊。那你得挽多少次？一晚上你都挽，我得挽10次尊。入坑没2年，口袋快10亿，确实是这样，就口袋这个地，万劫不复之地。腰痛啊，腰痛。谢谢露西亚的圣诞卡，谢谢谢谢。前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卸载，哼，你卸载就别想装回来。提前跟我说新年快乐，好的好的，新年快乐。因为新年啊，2022了，难道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吗？需要放一些春节的歌啊。哼哼，那又怎么样？卸载是你卸载，我又没卸载。12级具体加工厂，我又想到上次，我跟你们讲过吧。上次周诗雨说我的口袋房间，还有口袋房间留言和直播留言，反正就是我这边留言的12级大佬，是我们队里的前，就是排名靠前的，说我非常多，说我的12级大佬粉丝比周诗雨还多。我当时想啊，有吗？我想有吗？啊？有吗？可能有，但没有那么多吧。我不知道是他们在谁那看的一个表格，就说，我说我粉丝不多，然后说没有啊，刘姐你粉丝很多，全是12级。我说啊，有吗？
我哭啥哭？为啥哭？我笑，我应该笑。没有，是好早之前，几个月前说的了。对，是谁统计的数据？我也不知道。没有啊，可是你现在看我直播间发言的十二级不多呀。杨雨欣的十二级大佬更多是吗？就是你也知道这个数据是吗？还是你张口来的是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也蛮正常的吧。可能肯定不可能是我肯定不是我们队第一。可能他比较甜吧，但我没有那么甜。什么？对，我们孤立十二级啊，孤十二级有谁出来？让我们来孤立你。我填一下，为什么要填啊？我为什么要填、啊？超市买年货，对啊，就是买年货啊。我们现在买年货挺好，采购就有年味，年味浓了就行了。直播切片挺多的，是吗？哦，这个我确实没有怎么关注。这什么歌？还是同一首歌？谁经常开车啊？那我跟他可能确实是差在某方面了。我不开车，一个人我不开车，我直播间从不开车。我不开车，我不开车。我希望哪天啊，我直播的时候，然后我的粉丝啊就在那求我说，刘贤，我求求你了，你擦擦边吧。我说，哼，我不要。然后就是那种比较酷的那种感觉。就最近就是在抖音看的比较多嘛。对啊，我不可能。我希望哪天我的粉丝求求我。我粉丝，对，就是因为我粉丝这样的人很少。我不要，我不要。挺好，我粉丝就是非常正经，跟我一样就是非常正经。光剑变装，为什么要光剑变装啊？我不要，那什么，连水浊的想法都没有。确实，我承认，就是我之前吧，我在北京的时候，可能2019年、2020年。反正我在北京的时候，我的粉丝真的全都是我的，不说啥的，就都有点馋我的身子吧，可能我猜的啊。来了上海之后真的没有了，真的没有，就是都正经，非常正经，就真的非常正经，真的，我没跟你们开玩笑。我每次直播的时候，哎，就有人说刘贤能不能拍个水浊，我当时想，哎，为什么要让我拍水浊，为什么正常人为什么会想看水浊啊，这种东西我就不理解，我真的不理解。然后当时我给自己立的 flag， 我说我总选啊，我今年进了北京的 top 16，我就拍水浊。当然那年我没进嘛，差一点。然后第二年我说啊，那我怎么样，我就拍水浊。粉丝不要拍，我们不想看。真的，就是这就是进步吧，可能是一个进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自己身材变化导致。什么身材变化？因为我怎么了？我知道你想说我变瘦了是不是？谢谢年岁草莓怪的玫瑰花。因为我的粉圈结构变化，就是来了上海之后就发现正经粉丝非常多。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嗯，真的挺好的。我没有说优糖粉丝都是老色批，其实我在优糖也不是很多都是优糖粉丝，有很多海外粉丝。哎，一下子没有 BGM， 一下子感觉好空啊。咱继续放。什么？这个不是爱吗？绿色直播确实。没有，我现在海外粉丝比较少了，以前多。因为我以前就是开直播比较阴间嘛，就大概是1点开始开，4-5点下播。我现在就是10点开始开，就1-2点我就下播了。啊，原来是这首歌。祝你新年快乐。因为确实我也不能熬了，就
就是就提到这个话题，我就觉得我的粉丝可能真的变了吧，就是也挺好的，我觉得也不要就是每天就张口闭口就是水煮，我觉得没什么意思，真的。之前这个点早碎了，是对，怪我，确实怪我，我把我粉丝的作息都带坏了。什么？你们不要再问我这些奇怪的问题了好吗？一律不回答。我就是只是说这个现象，说我的粉丝结构变了，以前就是会有很多人说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们不要借机来问我这些奇怪的问题好吗？没必要啊，收收你们的那些心思。确实就是因为我啊，大家都变得，哎，对不起，但是咱们活着就是要快乐至上，难道不是吗？我不开车啊，我不开车，我只是讲了个现象，我没有开车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可以拿来说的事情，就是一个某个阶段的变化吧。我觉得这是健康的，这不是，我不是要跟谁开车，我也没有要评判谁的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事情，这不叫开车。嗯，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我刚刚说的事情。嗯，对，什么很健康，哪个现在有点分不清楚健康是什么，健不健康，腰痛。然后算了，我觉得我现在我可能开到凌晨三点凌晨两点可能都凑不够鸡腿了，算了，我觉得我决定不开了，我要把直播关掉，然后就是咱再说吧。我头发其实不多，我发际线很高，我就是额头非常高。四点曼联比赛哦，所以呢，我要参赛吗？我也不参赛呀。哎，好吧。好吧，那我就去休息了，真的就去休息了，朋友们，真的就去休息了。拜拜，明天没有办法播啊，明天播不了啊，因为明天九点开始公演，公演到十二点过，播不了了。谢谢威力的平安果。对，然后要播也是凌晨，可是凌晨已经过了31号了，就好像也没有什么用了，真的就差那么一个坎儿就过不去，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我感觉我现在磨破嘴皮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可能真的得随缘了。嗯，我自己充，那我得充多少呀，我得充搭上我半个月的工资。不行不行，充不了，真充不了。我再凑多少的卡？我现在在凑一万哦，我只需要一万，我只需要一万的鸡腿，就只差一万的鸡腿就凑准了。确实，只是说嘛，比起目标的话来说。嗯，还有10000到50000，一万的鸡腿，但是这个数字吧，说小真不小。在座一人一杯奶茶，你说的，你现在说一人一杯啊？谢谢露西亚的秋天奶茶，谢谢荣波的圣诞。荣波说了，我真的是服了，我早知道我就早点关直播了，早知道我就。不看流星，看着看着就是个无底洞，一直送圣诞树。谢谢荣波的圣诞树，谢谢钢铁加鲁鲁的巧克力，谢谢夏天不喜欢夏天的糖果，谢谢这么长的 ID 来送礼物，一定很特别啊、也不是很特别，送的平安果，谢谢钢铁加鲁鲁送的巧克力，谢谢蓝色双鱼的麋鹿胸针，谢谢 47 Nelson， 哇哇，哈哈，秋天的奶茶，谢谢平白平。光白 CY，
的，谢霆光白的，戴安娜凝视。这是我今天第四次，今年第四次看到这个礼物，大约是真的很少见。谢谢你的戴安娜凝视，谢谢霆光白，谢谢 Kelly 的生日礼物，谢豆皇强者的那个麋鹿胸针，谢谢广州 local 的三个巧克力。我有没有漏？有漏掉吗？CY 想到某两个人，谁啊 ？CY， 哦哦，谢谢傲娇游戏的十杯秋天奶茶，谢谢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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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黑影君的糖果。什么正常怎么骗权杖的可以开始？我要下播了，谢谢臭阿君游梦的十个糖果，谢谢谢谢。47 nursent，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读的，秋天的奶茶，我算一算啊，可能还差500。谢谢威蒂的圣诞帽，戴安娜续费了，那我就聊到25吧，再聊5分钟，再给大家聊5分钟，25准时下播啊，朋友们，谢谢蓝色双鱼的平安果，看在刚刚那个戴安娜凝视的份上，25分下播哟。谢谢47 nursent 的那个秋天奶茶。不，其实可能不差，不到3000多。哇，这就是人群的力量吗？这就是粉丝的力量吗？这就是大家爱的力量吗？哦，感动到了，真的被感动到了。什么叫我在骗鸡腿？我这叫在工作，好吗？我这叫跟我的粉丝积累感情，这叫骗鸡腿吗？不要乱说。谢谢荧光棒，谢谢圣子者。对，哇啊！谢谢正头粉丝猪八天生日蛋糕，谢谢，谢谢你，谢谢你，就是这个生日蛋糕增进了我们两个的感情。对，咱们又积累了一分，就是我和粉丝的羁绊又是增加了，应该是齐了。哦，好凶啊，滚，你说给我滚蛋去睡觉，滚就滚，我5分钟后就下播。No no， 哎，No no， 别跑啊别跑啊 ，No no， 跑了。什么？我下播看看数据缺多少截图，说还能这样直白的要的呀？说实话，没有见过这么一回事。我一般都是委婉的说，哇，就差那么一点点。我一般都会这样的，但截图直接说，好奇怪呀。穗子在外面串门，吓死我，把弄弄抱上去玩。猫猫也来骗鸡腿，不委婉啊？我说的，你是说啊？啊，我还不委婉，挺委婉的啊，我都没有直说好吗？有啊，我很委婉啊，我也没有直接要点名指姓的。哎，你那个谁啊，豆浆油条啊，你必须给我送一颗圣诞，我也没有这样啊，点名指姓的，我也没有啊，对不对？那还不委婉？我说差多少？是啊，我是说，但是我没有说我差多少多少，正精确到个位数的吧。我没有，我哪儿直白了？有吗？你们这样说的，我要反思一下我自己了。有吗？我这样很直白吗？直白吗？没有啊。啊，可能我就是这么一个直白的人吧。那我改不掉了，没有办法。只差一点达不到，很可惜。确实是这样的。嗨。大概数字吧，20000左右。对，我都是这样说的，我说大概还差多少吧，大概，我都是说大概的，很委婉了，总比直接截图出来说哎差多少多少，给一张图片好吧。就比如说啊，你问你爸爸妈妈要钱的时候，你说妈，你给我一点钱吧，你妈妈会说你要多少钱，说我大概还差多少多少多少，就会说，而不是直接一个支付宝扫码，哎，你直接扫吧，付款码直接送过去。
哼，我只是对自己自我认知有点偏差。谁呀？对，我马上下播了，等会儿，等会儿我来找你，我等会儿给你发消息好吗？狂安如，嗯，嗯嗯，对，发一首《财神到》，我们就在《财神到》的歌声里面，然后说再见了。就希望大家就是财神到啊，财神到你家。我认识黄，你都不知道黄如在我这边玩了多少天了，天天都在我这个房间沙发上待着，我们一起看电影。我跟黄如不要太熟好吗？有个礼物哦，没有看见，谢谢宋逸静的一路胸针，谢谢你。对，我昨天有在考虑，我说要不最佳拍档我找黄如算了，至少黄如不是个木头。不错，不好吧？但是我跟他，怎么突然自动播放了这个？我选新年歌单，谁比较木头？木头，哼。太多了，什么？他挺不错的，黄如他最近这两年成长了不少。嗯，我比较喜欢跟他聊天，因为跟他聊天就是能排解心烦恼，是真的会排解烦恼。就是你很多想不开的事情，跟他聊一聊，就会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就不会再 emo。因为他之前一直在忙歌。他的那个音乐剧啊，我是比较喜欢找黄如聊天，就是有很多朋友是比较适合我们一起宣泄负能量，就比如说我跟你一起吐槽吐槽，然后一起哭，然后一起哈哈好烦好烦，就是这样的朋友。也有朋友就是你跟他说之后会缓解你的 emo 的情绪，黄如就是属于那种能缓解我 emo 情绪的人。我之前那个 CP 太木头，我哪个 CP 太木头？我还有之前那个 CP 谁呀、啊？不会是山前留名吧？那确实，这首歌放完就睡觉哦。深深的世界，天高海阔。曲折，向着新的明天。他都来接我下班，他也有，好吧。对，年度报告有了，我已经发在我的动态了，一看就是没有关注我啊，没有关注我，昨天就已经发动态了。那光荣，那光荣。此刻屏住呼吸，就让心跳扑通扑通扑通。我们说一声 Happy New Year。腰痛。哎，最后直播要收个尾啊，就是谢谢大家今天听我。聊这么多，真的是聊挺多的，然后也给我送出了很多礼物。可能有时候我要礼物的方式就比较直白，确实比较直白，有时候要礼物要的挺无理的。但是就很感谢大家，就是为我送出的每一份礼物，每一个鸡腿，就是很开心大家愿意听我讲这么多话，也不知道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总之就是把我自己的情绪也宣泄的差不多了，也输出了很多我的目标，有可能是春秋大梦，有可能是很多空话也白话的一些东西，但是很感谢大家就耐心的听完我讲了这么多话。对，很感动，就是希望新的一年咱们都能好好的，就不说别的，都能有个进步吧，不要求进步多少，都是比起现在的自己能作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哎，我感觉说话就是语无伦次的，总之就是这么个意思，你们理解就行了，你们能 get 就行了。
好了，再见朋友们，拜拜。然后咱们机长说再见，说完咱们就睡觉，晚安，好吧？拜拜拜拜。对，一起进步，拜拜拜拜。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掰出崩图了。哎呦，拜拜拜拜。好了好了好了，走了走了，再见朋友们。拜，好，然后明天公演见吧，下次都其余的就明年见啊，明年见，新年快乐，朋友们，拜拜。